这个都，长相，我来了也没见他，他就去下郑州干活去了。去郑州干活去了。我是个婆娘。你这重不重啊？明儿我都回家，吃的都是药给我吃的，一年也捏锅子吃。我今儿再搁，再有点多一会儿，明儿我到家了。你家是哪里的？家是文殊的。家文殊的。啊，宇宙文殊，你真不宇宙？啊，这是宇宙。就住着，住着那我都住着，再住一会儿住。那也没钱，啥也没人说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人都不在家，都不在家，都在家打工。爷爷，您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七十七了。我看这个挺重的，来，咱们先放下来，来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重啊！咦，整这吧。哎呦，先放地上，先放地上，来。这太重了。这，我腿都不顶了。那你也没有女儿的联系方式，你给她打个电话。有电话的找着，我没见我就老儿子听不清了，再不问电话。啊，爷爷，你今天吃饭没有啊？吃啥饭？我这东西就是，不管啥东西吃了消，不定嘴，不讲究。那就说今天还没吃饭。这是不老丢人。这个不丢人，爷爷。那走，爷爷，咱先去吃点饭。走。不吃也能吃。不吃饭怎么能行啊，爷爷？北边啊。碰这儿的，离你家里有多远呀、啊？离我家45，离恁家近。离家45里地啊？